枪，是有仇恨吗？本分局啊，于8日20:30-35啊，接获通报啊，在中和区秀朗路三段啊一处店家的门口，疑似发生枪击的这个情势。那本分局啊，立即派遣警力啊，前往现场查处。那现场遗留有3枚的这个弹壳，那在店家的铁门有3处的这个弹孔。那本分局立即派员啊，至现场啊，这个实施采证啊，并且调阅监视器来厘清案情。那赋予这个20:30的这45分哦，啊，在永和区环河东路二段的一处店家，同时也发生一起这个枪击案哦。那这个该处遭犯嫌哦，这个枪击铁门3枪，那造成这个铁门上有2处的这个弹孔啊，其中一枚是哑弹。那因为这2起的枪击发生时间哦，十分接近，而且经过初步的查，犯嫌的特征均相同哦，所以本局的刑警大队立即统合综合分局、永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来实施查缉。那犯案的枪手自知法网难逃，在9日的0时10分自行至综合分局安平派出所来投案。那经过初步的这个清查，犯嫌疑似受人教唆指使，且枪支来源不明。专案小组课证深入厘清其犯案动机及追查幕后主使，还有枪支的这个来源。